藏是菩提，藏诸厌故。我们不是常常有厌吗？这个明天是地藏王菩萨的那个护摩，我们称他为大愿地藏王菩萨。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他为什么那个永远都是菩萨？他说地狱不空啊，誓不成佛。地狱如果没有空呢，他就不成佛。所以我们称他是大愿地藏王菩萨嘛。地狱会空吗？不空。地狱，这个地狱一直都没有空，所以他一直都是菩萨。藏是菩提，为什么呢？你是所有的愿望，你如果有发了什么愿啊，或什么愿望，有什么愿望，所有的愿望都没有了，这就是藏。所有的愿望都没有了。我们人有时候很多愿，很多花了很多愿的，这笑话里面好像也有说，这个当初跟女朋友发愿，好像笑话里面有哎。我看看我有没有留下这个。最近几天呢，这个天气预告，最近几天如果持续有狂风暴雨、打雷闪电的现象，请国人不要慌张惊恐，因为情人节的时候，发愿的男人太多，发誓的男人太多，所以不断的雷劈，纯属正常现象。很多这个男生啊，对女生在表白的时候会讲说，如果我不爱你啊，雷公打死啊，或者是闪电劈死，发这种愿啊，什么什么海水会枯啊，石头会烂啊，我绝对不会啊，绝对是永远都是爱你，就算海水枯了，石头烂了，我还是会爱你的。都发这个愿了，对，发这个愿不会成道。所以呢，没有发愿，这个藏就是菩提，就是能够把这些愿啊，通通都没有发什么愿的缘故。